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我要吃的是汉堡，还有一些，早上我去那个一鸣买的一些面包什么的。对，我刚才已经吃的是麻薯，抹茶味的麻薯。这个芝士酱是我第一次吃，第一次买。我是第一次吃这个芝士酱吗？我觉得第一口吃上去就会有咸咸的味道，就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咸咸的味道。然后我刚刚又到了那个第二次，让我感觉到了它的奶味，咸咸的奶味，还不错。这是他们新品，这边也有一片芝士。这个芝士酱就是越吃越好吃的那种。你没有吃过这个芝士酱吗？我是看别人吃，然后太馋了，我也去买了，但买回来一直都没有尝试，一直都没有吃。
吃一个草莓味的小蛋糕。这个是蛋糕体有点湿湿的，你们喜欢吃那种干一点的蛋糕体还是这种湿湿的？我不挑，我觉得这个湿湿的也挺好吃的。中间的那个草莓酱，草莓奶油吧，哦，它里面居然有个勺子，我没有发现，好可爱啊，好可爱啊，好满足。